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李明哲妻子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，主席答应请求川普接见。就职周年前夕，蔡英文总统回应改革、民调与两岸等问题。台湾第一波绿色债券正式挂牌交易，发行金额将近新台币60亿元。中间放行陈水扁北上出席参会，不过提了五不但书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